啊，陈道明永远的神，还剩五，他妈的，请陈道明，请陈道明的剧我都很喜欢，永远的神。哦，开了，秒办大树，好像是办了小强蜘蛛，被黄德拉希克还是没了，带强老太婆。哦，这老太婆关键啊 ！BP 效率很高啊，都是秒选的，秒按秒选的马尔斯来了。哎，没记错的话，这是老干爹第一把的东西啊。第一把没记错，斌子。还剩十秒，反过来了。反正从前两把看来，这两个队拉着老太婆关键，好吧？小象肯定要换前两手。阿龙就说了。看到那个亚伯顿和人马，我就不觉得小象能赢。说实话，你第二把 BP 利用第一把赢的那前几手，你后续要不就被断，要不就被针对，肯定是不行。你同样的东西不能打第二把，打的话你的胜率会很低。别人研究的，要不就断你体系关键点，要不就针对你的关键点，要不就选克你的。那门马搬 SA 呀，小象记得搬 SA。请 PSG LGD 啊，要办的很多，好吧？老干爹的门马体系很多。虚空呀，虚空要办呀，虚空老干爹。巨魔也是幽鬼，他配门马也是有巨魔的。幽鬼要办，这边有冰魂，幽鬼切冰魂。我拍拍，还剩十秒。那你妈办不完了呀？我觉得 SA 吧，很多。我也感觉办不完了，好吧？真的办不完了，人拉的太多了，就是办不完。主要看他们想打什么合。SA 剑圣，先办两个啊，办不办得完都先办两个。尊重了一下啊，办个拍拍拿虚空，虚空幽鬼走，或者办个幽鬼，又办个幽鬼拿虚空，办个幽鬼拿虚空可以的。还剩十秒。还剩五秒。虚空冰魂啊，也是个经典组。我虚空这个版本热，太热门了，太热了。那为什么就是对面拿虚空的时候，这边不会选那种酱油、土狗、冰龙这种不会选的吗？他现在虚空都是他吃技能流的，不是那种上去就打一波。他很肉，现在虚空。他是那种双刀抗性装。他现在不靠大招了，峰哥，他有点不怎么靠打。三千血，他就跳上去，他让你打一波，他打团冲第一个的。现在的虚空是战斗装。今天周末放膨胀，开然后跳回来，他是一套技能，白银双倍卡。他就打一波、两波、三波这样的，不会给你打一波一下升牌子啊。不是跳上去吗？五赌双倍经验。现在虚空那个魔晶感觉也挺劲的，搞人的，我操，跳过去的蹦了。一般都是嫖，好吧。还剩十秒。马的话不要。还剩五秒。大哥什么呢？ GSGL、拉比克偷梦吧。他会到期，这拉比克还可以啊。他会到期，很容易被拉比克偷。拉比克只要团就是局势军事到优势啊，猛犸放大就是白给。没有被猛犸的所有技能都有抬手，他的拱和波都有抬手，所以说他大完以后没送完的可以。拉比克现在施法距离太远了，太好偷了。还剩五秒。也是 FY 的压箱底绝活嘞。但这把啊，有小鹿这个英雄保，这把消失线上应该是无解肥。看到玩什么 C 了？请 PSG F 虚空呗，还是选择了拍拍。又是虚空力啊！虚空幽鬼选一个都可以。再来一把，虚空幽鬼，请。PSGF 传说中的一档 C 够肉，别一下啊！那打虚空老干爹不，这个小圈还得再补一个有留人技能的，但是万一空不够表不掉虚空就尴尬了。他线上老太婆，而且其中他现在要他最后一手是中单。
对，稍微带一点。超哥被办完了，超哥被办了好多。的池子是猫，好吧？还有猫，还有一个紫猫，一个火猫。A B 的池子是猫。LGD 禁用英雄。莫言反正有猛犸了啊，如果有更好的可以让猛犸去打三，没有的话就猛犸中单。哦，可以摇摆。超哥的 Park 也被尊重了啊。留给超哥两个猫，两个猫。超哥要来个河啊，中路就是稍微有点后期能力。超哥来个紫猫呀，上把其实猫呀就很。超哥肯定是猫呀。PSG LGD 火猫紫猫都在啊，二选一。请天辉方挑选三号位齐哥。我操，这齐哥点的挺好的，说实话没什么 AOE、啊、很舒服。他这把的核是他齐哥去干拍拍双核，好吧。其实中单其实可以点个伐木机，好吧？还剩十秒。超哥不打完。他这个线上也是剪甲，齐哥扯过来，加上他妈老太婆的喷喷喷。其实龙骑还可以，我觉得。还有个龙骑啊，超哥龙骑，龙骑甲挺高的。maybe 龙骑绝活呀。中单龙骑或者猫，感觉龙骑这把没啥问题，好吧？对面爆发不高，龙骑很难死。可以顶呀。前排的老干爹爆发不高呀，龙骑装备好的话真的怕一个沙发，沙发肯定点不出来，有虚空，因为他单拍拍一个盒，沙发是不是手上没了，好吧，有点不是对手、啊、我觉得小象可能是龙骑，好吧，决胜局应该选个比较，他拍拍单盒不行，而且主要是影魔点不出来的，不可能，很像龙骑啊，很像龙骑，可能龙骑或者猫，影魔这把有个猛犸可以断他的，他要有个带控的，要带控的，这把影魔全部出来，龙骑而且可以帮冰魂定个位，反正拍拍单核是不行的。龙骑火猫二选一应该是，感觉啊，我感觉是个猫，打龙嘛也可以，对，我感觉是个猫。如果是猫的话，推荐紫猫吧，但是不好，单核拍拍没龙骑，没龙骑，这把老干爹没有硬控呀，就是紫猫，如果是猫的话不大有火猫好，他那个 T T C 应该就是个猫呀，讲道理是个猫好吗？超哥英雄池，超哥的猫玩的可以的，好吧？他的猫火猫的核的属性比紫猫稍微再高多一点，带点核。对，就后期物理掉一点。但是，他等于说就是火猫资源要吃的多一点嘛。哎，超哥不会出仙风盾吧？这把，是对面三物理，有没有相位电锤？相位电锤，他有可能。有可能出现问题，他喜欢超哥出现问题，相位电锤呀、啊，雕哥，正常都喜欢冲相位电锤啊。他的猫喜欢冲，然后出个先锋盾也不过分。这边三物理，火猫中路打不过木马吧？还剩十，打不过吧？打不过，我也觉得打不过，是打不过的。我跟你说，木马是木马，木马六四，六四六，木马差不多有六，攻比你高，但攻力太低了。火猫中路没几个打得过的，好吧？火猫中单就没几个打得过的。火猫中单他只能推线，但是也没那么吃力，就是打猛犸，对，有火套呀，火套你破不了。对，猛犸接近六，然后他有运船，就是、五点多接近六，感觉六还不到一。运船你没那么打火套，猛犸就是攻击力比他高，容易反补，攻击力比他高好多，20点嘛估计。加个 buff、有的，加个 buff 肯定有。反正你每一波兵利用好那个火盾，他就没那么好防不好。冰魂这个核就是没到六太弱了，没到六，对面什么六级前再到六级前动手，他就是啥用都没，好个人。所以他现在得多吃经验呀、啊，他不能就是让经验让多了。冰魂配火猫必须要到六，好吧？冰魂是十分钟必须要到六。这个英雄没六，真的就打架少个人，不知道他有什么用。他本来打起来就只有一个技能，打起来就只有一个大，你还他妈的没六。这把老干爹要是现优的话，我觉得小象没得打，他的人。老干爹这把很难不现优吧？
东路优势，优势路有一个小路，肯定无解肥啊，虚空肯定无解肥。先由小象很难打，下路马尔斯加老头，下路也厉害的。我感觉他怎么分他都优，哎，配老看不三路优啊，他打得好，应该打得出三路，好吧，三路可以打出优势。感觉这把小象要赢啊，超哥一定要特别牛逼，超哥一燃就没了。这把就看超哥呀。超哥打门火冒冰魂打架挺厉害的，只要火冒节奏好的话，火冒冰魂。那个他们得想办法把超哥打肥，好吧？就是冠平呀，把他这个猫当一毛那个纸猫那样对待，真的。什么这个逼惯了？这把火猫就是武力很大呀，挺好发挥的。其实这把小象要面对的挺难打的，他线上难打，东西对面是梦马加虚空的双团战，真的挺难打的，好吧？所以一定要把这个火猫打肥，真的以火猫为中心，这把就是火猫是。哎，老毕老，现在这种职业队插眼，现在这种职业队插眼插在中路是一眼必被你反，一秒没必反，一秒没，我们你妈皮带黑的妈的！你告诉我，夜野但凡夜野打比赛，正常的五号位出门带针眼去那个塔下逛一圈，他这个眼必没啊！征战号角。想撤全场，感觉我们他妈的现在对黑了、这个眼我不敢插，我阿龙在我对面，我不敢插，好吧？我得三伏。阿龙在我对面，你插这个眼，你只要到塔下逛一圈被塔砸，就肯定有眼，这不白给吗？如果是我透露一下哦，你在我对面我就插左道的，我不敢插，我不敢插这个眼，插不了。我都不敢看视野，插下去已经没了啊，已经没了。我只敢插河道啊，龙神在我对面。这个时候峰哥会站在右边一点，等着反补这个眼。他妈的，刚才被峰哥反补了。我不是在右边一点，我是假装我在补刀，我走下河，你知道吗？我假装在补刀走下河。看这老皮克好像搞太狗，小狗。这一把我只能说啊，老干爹的这种前期如果优了，小象就没了。门马没有学那个，学了狗。想他刚拱了一下拱空了，他想拱进塔，超哥手感好起来了。哎拱了一下，万一被打不下塔三炮好了，这个比神灵应该死了，神灵应该没了啊。神灵五杠一可以啊，这节奏还是要拍拍去打虚空是吧，这样就好一点，不然拍拍下路是打不过几个加那个一个老太婆，拍拍打这两个是有点吃力，好吧？啊，拍拍打虚空还挺爽的，里面是。他这个剪甲剪太多了，这个剪甲第一铁手剪。哎，理论上来说，这一把输了是不是就要准备海选了，大哥？理论上来说，小象是肯定要准，输了肯定是要准备。他们现在都是三杠二，老干爹还有。他们现在都是三杠二。就是如果小象输了，他们肯定要准备海选。小象输了，赢下一场也是四杠三。他赢茶就可以了呀。他赢茶能去没就没用啊，分不够啊，必须要赢茶。他是不是还是要准备海选呢？就他可以，就是有机会打这次没就嘛，能打没就，但是还是要准备 TI 海选呀、赢了 TI 是很难了。老干爹的话是如果输了还有机会是要的，老干爹形势还挺好的呀，对他形势好，而且他下一轮打暗机，小象下一轮是打茶队，茶队现在势头很猛很强。啊，今年没海选吗？天辉下不是海选，没有海选啊，预选，预选，没有海选，是只有预选，是只有联赛的队伍才能打 TI 预选 ，S 级或者 A 级联赛。对啊，意思就是，来，加入动皮鞋手，皮鞋很硬啊。你像比如说龙神，你还要想打 TI 海选的话，你打不了了，打不了了，兄弟，只有预选。比如说主播队是吧？主播队就打不了。他是针对 OG 的，应该是附体还魂。没累啊！讲道理，现在应该比以前厉害一点，没有，你们现在肯定没以前厉害。你年数越大越菜呀、你这想啥？我觉得我们肯定没以前厉害了。你以前打二三线队还有机会，你现在二三线队可能都打不过峰哥。现在队伍都挺厉害的。峰哥可能对魔镜的理解上了一个档次，你让他来打后面干二三线队，可能打不过你，峰哥。打这把你打不过他。没有说二三线队，我说我们。我们是变强了，但别人也变强了。昨
多色，多色妈个妈是吧？你打妈个妈，打正版你打不过好吧？妈个妈很厉害，肯定打不过妈个妈。妈个妈现在很厉害了，现在妈个妈挺厉害的，好吧？打不过，哎，妈个妈，哎，让你提前，提前要死了，假死的看不懂了，一脚。我操，这个毛毛出去了，没死。大呀，没老太婆，这个大。双护腕，慢慢回。感觉有点生不如死啊，皮鞋。这命会放蛮高的。太厉害了！我印象中拍拍这个盒是很难打虚空的呀。这应该有用。什么？他二三对点呀？但他线上好打呀。没，他现在如果出算师拍那个虚空有点烦，好吧？因为虚空现在都不出 BGB。他暂时拍那个虚空很容易把他拍没魔，就中期的时候打他狼会让他蹦不动，他这个分路线上 是很舒服的，让拍拍打到了虚空，拍拍的下路就是挨揍，分路线上 是很舒服的，让拍拍打到了虚空，拍拍的下路就是挨揍。哎，下路皮鞋，皮鞋是挨揍的，拍拍没挨揍，皮鞋来挨揍了。他这一套是减你11点甲，好吧，减八加，反正这个下路谁来谁招最好啊，因为他两个组合有点厉害，七哥加老太婆。这个新 K 是上海两个芒果，哦，他练的第三把这个 BP 有点东西。对，这 DP 占优了，逼出东西来了。看一下经济啊，哦，招了一个鬼魂，2500、2300，上路其实都不肥，上路兄弟都没了吗？上路打成这样还能接受，毕竟对面有小路。但是拍拍也不肥，你别看他补刀多，他经济很差。他比优速路好一点，下路动手，他直接翻打，直接秒掉。他的优速路更加难打了，他优速路两兄弟拉到就死，好吧，真的。下路就是没法打线。大师加冰魂，跟齐哥老奶奶的输出不在一个层面。一个拉就死了，一个拉一个突。拍拍比我想象中穷很多啊！你们看看拍拍的经济，你的贝多要死了。余下，你看看拍拍的经济，哎呦，线上炸了！他怎么突然打了？他很穷，拍拍，他炸了！还真是打出了三路优啊，一路优，上路优，下路优。那小象没了，我三路最起码要靠涛哥了。中路还好呀，中路涛哥呀，涛哥还可以的，涛哥挺对的。涛哥了，涛哥今天是正常人，开了，涛哥是正常人，开已经很屌。中路讲道理，应该是小烈，好吧？四六开的对线，提了一下皮鞋，又来了三秒晕，再接一个饼干，看这个肩甲，皮鞋是甲，负29。物理抗性负29，除了减11啊，减11加，休想，直接碎裂啊！就等于430，也干不到人呀，超哥。没空，换路呀，已经有点乱了，打到这个时候，乱了，下路只有超哥能站了，上下都站不住，上线也站不住。我看出来了，老太婆是关键，他第一把是把老太婆抢了，老太婆没把老太婆很关键，好吧？这个时候，老太婆谁赢啊？霹雳铁手剑甲，技能多，这个英雄扑出一个技能多啊！剑甲也，饼干一炮，还有那个什么机关枪都厉害。他没有一个是非技能呀，他没有一个是非技能。来这边歪队，这个应该正好位，好位，别好位，有 B 了，有 B 了，我马赶了过来，一个饼干晕了下，拍拍一个波大，你们下还掉死了，这个牛啊！哎，太危险啊！还有网，跑不掉了。乱杀，再播一下，乱杀，6-0。但是莫言太危险了，莫言。这一架超市来了。好，兄弟，收人头。蓝了 ，maybe。有点乱了，小象这边有点乱了。来的很勉强，他没蓝了。天辉上塔正受到攻击。下路 CK 打单机。我，哦，这剑甲，这剑甲，哎，老太婆，哦，好厚，捡了他8点甲，要单杀了，单杀了吗？单杀了，出去有，真的，哎，哎，两下没出来，哎呦，你这两下在干嘛？他抬手没出来，他以为站到他走位，走太快了，这个走位，是的，哎。哎，皮鞋，我听不到，我听不到，拍拍熊，小象五个人死守中路，好吧，防守。中了一波，中了一波。他这个走位走太快了，他这个系统不接受你的这个走位，哎呀，好急啊！东西还没射出去就往前走，
太高端了，他这个操作太高端了，系统跟不上他的操作，系统的攻速不够。是的，他这个要出现在小说里面应该很牛逼，这个操作。大哥，你平常看小说的吗？下塔正受到攻击，天辉军团全面加固。全职高手，荣耀、啊。叶之秋。哎，下路要打吗？哎。哎，零到了，四秒，四秒，饼干，这个饼干，雷碧，哎，差不多起来了，哎呦 ，FY 帮他举了一下，第一线开大，我感觉有机会了，第一线开大，他没想到他没魂，后来四秒啊，你先开大，他居然举了真身幻象可以打两下输出，还有饼干，别的 CK， 他正受到猪猪的不错啊，猪猪你妈点击手，当和打的对吧？当大哥打的，皮哥，又四秒，一个四秒，哦，这两个四秒，没有的，老太婆战力好强啊！哎，这 CK 爆爆的吗？这 CK 大皮鞋，皮鞋有六，还打吗？还在轰炮，老太婆还剩一个大招掩护，乱了乱了乱了，大皮哥不行了，大皮哥不行了，又四秒，哎，他无限四秒的，我操！皮鞋啊，太远了，炸裂啊，炸了炸了，到底了，多少个四秒？好狠！这个是三打四，把对面杀穿了吗？是，小象不应该来，风马虚空都没来，看这优树打啥呀？M1 还是有，又是优思路的塔，应该有舞台的。对，又是又是优思路的塔。猛犸跳了，奥师傅跳刀，再整一波节奏，杀人拿塔下路。小象的线上太饼干，野怪先手，狙击铁手，嘣嘣嘣嘣。哎，反招了。这边法师偷，来了，猛犸来了。一个波走一下，一个波杀人拉塔，老师，大了大了大了，小象已经炸都炸了，分出六千的经济差，小象跌了这把，这把 BP 确实吃了点亏，好吧 ，BP 吃亏了，不然没这么惨的，不是一点吧？一个 BP 选出来三路都不优，就肯定有问题哈。强行拖盾，看一下这波盾能不能救一下。打得过吗？感觉打得过，打得过，打得过，他有记录。他有记录，打不过也得打，打到这个时候打得过，打得过，只要你开记录，必打得过。他双星是凭啥打不过？正受到攻击。记录还没开。开记录，开记录，稳一点。记录，记录要开，不然被打晕了，你妈人没了。还是蛮高的吧？两个龙神说的还好，说的那句老干爹的阵容，怎么不三路游？我就知道，好吧，小象没了。他的阵容视线上猛猛多了，好吧。虚空，大龙，虚空，大嘴皮鞋，啊，皮鞋，这也危险，来个四秒，四秒多，我操！他为什么就没有两秒？他不讲道理了。死因四秒啊，死因四秒，两秒、三秒都没有，四秒了。他这个低剑就是一个大招啊，他就是一个大招。四秒，看一下，哎，两秒，两秒。这个道理了，这个也杀不掉啊，也杀不掉，还是讲道理的好吧？讲了一下道理，不讲道理的，四秒就是大招呀，讲道理啊，四秒就是。木马看一下，木马想跳过吗？有眼擦一下，这个拍拍有盾，晕个两秒好。难怪酱油 ，Oh my god， 动不动喜欢一手选混乱之剑，我操！我终于看懂了他们，你四秒呀，好多酱油喜欢他妈混乱之剑，我从来没选过。这个跟骷髅王的锤比，骷髅王的锤就是地中地啊，弟弟，这个是最屌的啊，控制拿胖的 F 都是弟弟，拿胖的 F 应该是最垃圾的控，好吧？先看这一波，小象三人物，鞋马毛，穷走了，有跳，鞋有道，鞋大招也不想交，哪一个都不交了，能杀一个不错了，拒绝者冲上去了。这是什么配合啊？小象已经乱了呀，他们很想把劣势打回来。乱了，他们有人想上，有人不想上。他们全面加固，有点懵。刚刚那个塔，这样输了压力有点大。既然很累了，已经。操作都不是很从容了，你知道吧？人已经有点懵了，我感觉打到这个时候，感觉会急的呀，会急的。你急了，越压力太大，越会急，压力大，已经不想打钱了。他们真的已经不想打钱了。
就是打钱会输呀，慢性死亡，打钱会输了呀，就是打命的呀，打命的。他们就靠拍这个盾，看能不能打回点劣势。现在他们只想接团、啊。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装备啊，超哥没电锤，拍没丧尸，夜眼中皮鞋没跳。现在刷等于慢性死亡呀，刷等于慢性死亡，他就想。他们刷落单容易被抓啊，他们这小节奏好容易被抓。这种局势叫做老干爹，只要不犯傻，正常打这把就已经赢了。哎，皮鞋，锁住，这边再打一下，两下被动，好大的问题。哎，落单就死，刚才落单打个钱就死了。裂开了，小鹿还死不了吧？这个小鹿，10%，死不了。皮鞋已经懵逼了，好吧？死不了，不打钱了，皮鞋已经。第六都没了，第七。他要打点钱的，马尔斯没装备怎么干？这把输的也太狼狈了，没想到。现在这个五号位小垃圾，虽然没输，但是感觉要稍微输，感觉没有翻盘点啊。下路炸了，下路谁去碎石？我跟你说，下路是这个拍现在就是零杠五。这虚空好爽，这虚空抓的好快啊！他有魔法 buff 加电锤，不仅刷钱，哎，大勋章，局势也好。血又多，他这12级2000血哦，哎，很大了，打 maybe 吧，超哥还是大一个，超哥，什么结果？直接就金钱，变了个门马大，超哥，这虚空17分钟10000，超哥这把还行，只是局势太烈了，打不起来战。感觉上来打吃超哥，想相信的拿回来，连了，四秒，最后一个大招，起哥死了，打个起哥，他都没被抓了，没抓了，哇，两个晕，一个被动，我操，连晕这被动，直接秒了，还有大，西皇还有大，皮鞋还过来干嘛？还过来干嘛？还要打吗？打不了了呀。先赚不了的，这虚空是个怪物，输掉呀！这虚空，哥们操！乱晕，再跳，再跳过来晕一下，五一下，这个10几分钟2000血，比力量英雄还多，离谱！天辉中塔正受到攻击，啊，这里的矿，哎呀 ，buff 呀 ，buff， give me buff， 哎 ，Oh my god， 里面虚空模型我没玩过，他。是属于大哥模型还是酱油啊？大哥肯定是大哥呀！我也觉得他是好模型，他天赋大哥模型不是他天这个天赋你妈不无敌，他天赋很屌的。他哎，老太婆被动了，哎这边拿个赵公子，我跟你说，有虚空在就必然有虚空大，虚空大谁拿都是帮你拿白嫖一个大招，白嫖一个大招，谁拿都帮你拿的。对面控不住，讲道理，虚空的大队友帮你控都可以。我喜欢虚空模型，没玩过好像。天赋也屌，打肉都行。这是啊，看肉呀，抗心套呀，也是抗心套呀。我看里面，他出电锤双刀呀，也厉害。上塔正受到攻击，只要有一两个物理技能了，电锤双刀也很厉害。这虚空待遇也太好了吧，背后出了一个狗。红酒杯加梦马 buff 加大勋章，这不是在打团，这是在打钱。我操！夜眼上塔正受到攻击，夜眼上塔已被摧毁。天辉中塔正受到攻击。天辉中塔已被摧毁。接双刀，17分钟刷靠电锤。如果这么肥，老干爹都不知道怎么输，好吧？而且费时鞭这把也很肥，说实话老干爹这把被输，你小象没翻盘点，要被冲烂，这把输了，要被冲烂，这把不可能被翻，好吧，不能这样打得稳，这把这么关键的局的第三场 DDC 第三场再通知虚空大呀，88%，他的阵容也是优势阵容，关键是他不是瞎逼送团，好吧，不好输，优势阵容，他何必对面把？我跟你说，这把小象要赢 ，FY 又封神了，感觉。小象赢不了，这个经济，棒棒的，赢不了，真的赢不了。哎，大哥，你买不买啊？绝对秒！哎，没有，
没用啊。不是奶不奶，就是你妈老干爹不会给你机会的。哎，你翻不了，大了他算。打个大，气老了，不秀我。我是下个红枪了。是谁？哎，你去爆杀他。我在锁了，下不了。差远距离很被锁了，锁了四层，打不了。这正面放入，我就是翻不了呀，这种怎么翻嘛？不可能翻。面试太大了。上路起哥一个单杀啊，看一下有没有。耶，那个两秒，两秒，但凡四秒，四秒有机会，好吧？四秒肯定杀，四秒两秒都有机会，三我感觉肯定杀了，他他妈三个幻象，十二级的。哦。对对对，都死了。蓝路虎，这一刀下来，死了呀！这，啊，这个好轻松啊！感觉冰魂有问题，这个英雄。冰魂二十是老干爹，两把都被打穿了。的阵容，老干爹拉这两个输了。老太婆，制胜关键点，你拿了这一路就优势了。老太婆三连胜啊！三连胜，老太婆。这英雄技能多。反技能，你加点用灵活，东西打起来有货。我感觉霹雳铁手这个技能有点离谱，夜眼下场正式反击。前面带个子啊，带个那个金甲球，好吧，真的很厉害，离谱。你配马尔斯，配曹曦，配 CK 都强，配另外一个剪甲的，捡七点甲呀！你像老太婆带个点甲球，对着人一顿炮轰，马尔兹上去帮一下，你都很痛呀。大哥的球捡八点甲，正受到攻击，根本招不住前面。涛哥无计可施啊，涛哥，没办法，这是没办法，这把活吗？涛哥，你换他换谁来打这个中单？把队友太疯了。那冰路炸裂！哎，妈妈想直接大。他们妈他妈有 PKB 好吧？天辉中塔正受到攻击。夜眼下塔正受到攻击。后面这个小路随时保镖啊！吓死人！破了个膨胀门。对的。夜视局的冰魂废物，上路想吃皮鞋，皮鞋跳，看到了跳，好、哦、直接空炮给视野，哎波到了，毛了个 CK， 阿比克举一下，比克开大，后退，大卖了，跳过去闪失，饼干救了一手，哎超过来了。跳看到，没发现，反手一 C， 啊 CK 还在里面，哎这几秒没看清，我马踩住皮鞋，打两个，拍拍球，打错了，三个，打三个了，拍拍错了，打出错了，我操，这个老大，很秀了，很秀了，大哥来了，大哥，这把不是这么厉害呀，真的有机会，太厉害了，本来这波 FY 很屌了，真的太厉害了，好吧，FY 还需要一个消失是我们一边的，他就打赢了，压个这么肥的，需要的有点多。猛犸的大是变拉比克的 beat， 猛犸大容易投呀，曹曦大都容易投。压力曹曦大，猛犸其他两个技能还是有点长。有抬手呀，有抬手。天辉军团正在扫描。上新装备，冰皇大一下就消了。这小象应该是亡命一搏了呀，这个盾不能放啊！亡命一搏，当面开不保，当着这个宝宝的面开不，当着宝宝的面有大，马跳上来，皮虫，一个变，虎来，皮鞋，然后后排，皮鞋被三秒了，切了老太婆，能杀掉吗？不，老太婆也没肯下挑战，这虚空你现在无法处理啊，你看不懂，没敢挑战这老太婆，她好肉，虚空连大都不需要放呀。四秒晕，这虚空，看不懂。人家带盾刷带，平 A 了，打不死了。小色，小色呀，肯定是小色呀，先背，先背的。魔镜，先背。先背骑士魔镜，都是你的，都是你的。夜眼下塔，都是我的。我都要。
来回跳。猛马竟然跟同一个竞技，刚才哎，这个，这里面有没有快捷键呢？我想知道。有，有。地板是吧？很确认的告诉你，有快捷键。夜眼下卡，好像是 R， 我记得 W R 回来。是 R 吗？是 D 吧，雕哥 ？D 啊 ，D， 反正有快捷键。夜眼下卡已被摧毁。我玩过。一般这两个不就是 D F 吗？啊，你两个技能，一般是 D F 呀。对 ，R 好像是膨胀，就 W D 呗。W 过去。那个转属性一样呀，水刃的转属性，两个技能。应该有用。好像是一般这两个格子 D F， 宝哥专业。就是 D F 呀。我该啊，里面为什么不能设置呀？得，得手点。那虚空打比赛的时候，这个技能用来。很屌，干嘛呢？只能说很屌。用来修呀。他加施法距离风格，加400施法距离。加施法距离，就这一招就很屌。加施法。我说那个反时间漫游是怎么用的？一般打比赛的。跳舞。看高台野。开视野啊，风格开视野。跳舞。开视野。开视野的。有了虚空啊，兄弟，看一下上面有没有野，蹦上去，蹦回来。跳风雾呀，他那边开雾了，直接盲跳高坡，跳回来。对的，被压了，这个是可以的。还可以吃波技了，往前面。哎，你说，不是你说打大赛的时候，哪个逼他妈的出了这个红心手电，你他妈跳过去变成别人了，我都干嘛了？回不来了，死了你妈逼的，这里接多少？应该逼的吧？这技能，就跳过去被羊了什么的。正受到攻击。不要跳过去被羊了，我操，回不来了。弹道好慢，这个谁？假如说打团啊，他被集火了，他可以跳过很远的地方。哎，队友都上了，他又跳回来再输出。天辉中塔已被摧毁。他会回血吗？很活技能，反正挺厉害的。他有1.5秒的时间可以跳，反跳。啊哟，这两老哥你打得非常稳，经济持续压制，已经来到了19000啊，马上20000了。让小象人全部在高地挂机。绝望，这个时候小象是绝望，绝望，绝望，真的很绝望，打不了，哎，辟邪不服，出来打就是送好吧，小象出来就是送，但是不出来被关在高地打也赢不了，你所有人都在高地打麻将肯定赢不了呀，两万了呀已经，还上当一袭，出来新手想到，天辉中塔受到攻击，这时候他真的看不懂，跳过去，跳回来，来了来了，他来了，跳过去膨胀一下，玩一会儿，就是玩，就是玩，跳过去了，要跳了，跳了，跳一下，再回来，哎，就是玩，天辉中塔被摧毁，是很贱哦。把你跳过去要被拉比克举的，又来了又来了，有点像发团镜好吗？还有盾呀。还有这么调尾呀！我操！你把跳到塔被挤，你打我呀！这个技能跳过去，天辉中路兵营已被摧毁。就是玩，就是玩啊！天辉上塔正受到攻击。两万二了，怎么办呀？那个小象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等输呀，小象。小象没有翻盘局，这么跟你说。想到你自己，他们只是敲不出这个机器。两万杀了怎么翻呀？这经济差太多了。他们只是敲不出来这个机器。0%啊，大老师给了0%。那他们的小象都翻了，我带头冲老干爹，好吧？真的。带头。0%，大老师都判死刑了。那确实。0%，刚才推那个塔是1%，推完那0%的。天辉上塔正受到攻击，推过来，偏波技能，一公升真他娘的漏，反复横跳，经济不好敲呀，要打浴血呢。小象下一轮是打茶队，老干爹下一轮是打暗器，老干爹有可能。有可能直接打个5-2出来，老干爹都有可能第一。啊，他有可能5-2小组第一是吧？对啊，他加赛啊，有可能如果茶队输了的话就加赛啊，跟 VG 和茶队。他们第一要看茶队输一点是吧？对。
看看查这脸色就是。但五杠二的话，反正五五杠二不算差了，现在是三杠。五杠二可能是三杠，他至少都是跟 VG 打加赛。这个应该是四杠二。五杠二就抢第二呀，抢第二有机会抢第一。哎，莫言是真的很，他妈的三百个刀，他虚空的281个一直在刷。猛马 buff 呀，他自己有 buff。啊，给你啊，他的猛马是绝中绝啊！你别说国内中单，也就他的猛马打得比较好啊。别的队啊，他的猛马是打得最好的啊，就是二号位当中。嗯，老猛马，别的队猛马打得没有他。牙学家的猛马其实也还可以。啊，兄弟，我看过，没他不行，没他屌。牙学家的猛马真不太行。两个字，莫言还是有。宝哥直说不行，一档的。宝哥之前他打过呀，崩了。宝哥很严格的，可能是他状态不好。他上次打了老多了，妈的！回来皮鞋，酱油换了一个三，别忘啊，别忘！哎，皮鞋回不来了啊，跳过去回不来了，队友也把他卖了。这边起来啊，看一下拍拍。哎呦 ，BKB 很绝望，很绝望。有大没开？大拍拍就大拍拍，你攻过来，直接一个大，打半把抽，大被抽了，抽了大，抽了大。哎，对了，被你躲进了，怎么办？哎，过来有危险啊！很尴尬，我把踩一个就行了，只要踩一个就够了。知道啊。但他有这个物业对剑没死，两连死，对对剑，对抗。对对，我买把魔星的绿。太惨了，上场之后把被打。我们还能整两把，峰哥。